史前大退潮呀！大家好，我是二蛋。今天月光好，风稍微有点大，但是海还是必须得赶的。潮退的太大了，就来这边码头这边下去看看能捡点货吧。走走走走，真冷啊！今天这是个壳，好，我感觉我一下子就看好几个这种大石，哇哇，桶我放那边了，我来这边逛悠，然后就看见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。这一个，这得30块钱一斤啊，这种的，我大辣螺。大辣螺，这小的就太小了，再放了它吧。这得仔细找找，这也太给力了，这小花啥？哇！我的天，看到了吗？这一窝都带肉的，这一窝。都有肉，这么大都，我以后我就天天赶着大退潮的时候来赶海。哎呀，这些肉，许是许久未见有人来这沙滩上，然后这里的辣螺都这么大。赶了这么多年海，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拉螺。然后这个洞里啊，貌似还有货。好够了，这么大的，这也太给力了。赶海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你每次捡到的收获都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每次都有惊喜。这大石螺我还没拔干净呢，钻的真靠里啊！这一个个的，这回家让他吐吐沙子，坐着吃，可香了。小螃蟹，嘿嘿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别打扰我，别打扰我，满足我的口腹。我得把这个弄出来。好多小螃蟹，看这个大辣螺，大辣螺窝的真深。哎呀！不戴手套，出来出来，好多小螃蟹的籽儿，先用手套装着点儿。这一块石头就这么多，我得去拿桶了。哇，这里不仔细看，我真多呀！你看这，哎呀呀呀，掉了我宝贝。不该给大伙张扬的，我应该偷偷摸摸的。我再看一下，这还有，合着都躲这儿呢，真是。哎呀，也不打电话叫我，叫我一声我就过来捡你们了。这收拾差不离了，看这大石头，这种大石头根底下货最多，果真。上次我记着给大伙捡着过一个这种大石螺，还特地做了个封面，结果今天发现了一窝。过两天给大家分享一期美食吧，把这做了吧。这东西真不便宜啊。下来下来，不戴手套得小心点，容易割破手。小的就不拿了呀，这还大，啊，划着手了，一划就见血嘛。小的都不拿，留着明天长大我来找你。
哇，这海草好清晰啊，还有小螃蟹呢，看这些浮游生物，不得不佩服我这个手机的厉害，能给大家清楚的展现出来。那句话咋说呢，寻龙分金看缠山，一重缠山一重关嘛。你看这打的真大呀，这石螺，这石螺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。哎呀，我的这个寻龙分金看缠山，一重缠山一重关，重重缠山重重关。哎呀，下来下来。哎呀，三个小可爱在等着我。小可爱，大冬天的我逮你们容易吗？哎呀，这底下还有吗？这底下还有，那这缝里，我实在是不想让自己的手湿了。哎，看错了吗？哎，看错了嘞，不是嘞。哎，看这边，这是吗？又一个，看，哎呀，真好啊！这还有一个，哎呀，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的。嘿嘿嘿，今晚可以。啊！哇哦！这一窝什么鬼？哎呀，老许，你要辣萝卜？太多了，这也，哎呀，我得快点装，先放这边，拿不了，反正。天哪！哎呀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吓我一跳，小螃蟹啊，没了，拉了皮，这边上有。哎，你看这都是大的，好大呀这！赶了这么久的海，第一次赶上小螃蟹，好小，放了它。哎呀，这石头根底下太多了，这也。哎，这还有。我要把这石头掀起来。哎，这小螃蟹装死了，我扔的这小螃蟹。无法想象的是，今天能够收这么多辣螺，全是大货。在海边这么多年，就没见过这么大的，还这么多。今天发财了，哇！别羡慕啊！哎呀，天凉好个冬啊！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喜欢我视频的请多多支持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